听众和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9月1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台湾总统马英九上任四个月，民众支持度大幅度下滑，没有丑闻弊案，也没有大的政策失误，那么马英九的民望为什么大跌？台湾经济低迷和他的政策有多大的关系？他的两岸政策到底是软弱暧昧，还是为台湾带来了生机？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客人就此进行讨论。他们一位是中国时报专栏评论家傅建中先生，另一位是华府美中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蔡德良先生。欢迎两位来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谢谢。在讨论之前，我要提醒听众和观众朋友，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还有更多有关台湾政治和两岸关系的报道和分析，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好，现在就让我们来开始今天的讨论。好，傅先生，先请您来说一下。我们知道马英九上任四个月，那么台湾现在有走了一个坏蛋又来了一个笨蛋的这个说法，那么您认为这个马英九的民望大幅度的下滑是主要他自己的责任呢，还是说民众对他的期望过高所致？我想是两个方面的因素都有呀，因为他不是竞选期间说马上好，已经准备好了，是不是？那当然了，他准备好了，他上台以后他也事实上想朝这个方向做，可是当前整个国际的大环境，除了他那个两岸政策，那个什么7月4号是吧，要这个彼此这个怎么这办，就是那个周末的那个包机了，那个实现了，可是实现呢也没有达到一个预期的效果，因为大陆那个时候后来不是八月间就是这个奥运嘛，所以这个台湾这些旅游业并没有得到那个这个预期的这种收益了啊，所以在整个的我想最大的困境它现在是经济的问题，那经济不但不好转，而且那股票现在已经跌得简直都超过这个打破了6000那个指数之外了，所以整个的我想这个问题简单的说来就是一方面选民对他的期待过高，二方面整个的这个外在的经济大环境对他非常非常的不利，三方面他个人的这个领导才能的确是有问题，他犹豫不决而柔柔寡断，所以这个人不足以担当大任。这一部分的话我想我们要了解，就是说整个大环境，我们要了解整个国际环境来讲的话，我同意这个傅先生是说的，就是说他在讲这个他演竞选的时候讲得太大话了，那么民众对他期望过高，但事实上有个很大的不同，我提出两点。第一个就是那个我想民进党在交卸这个政权之前呢挖了很多陷阱啊，油电不涨价，那么你到了他一上任的时候一涨价的时候要反映现实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民众就对他很失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整个东亚来讲的话，其实不是只有马英九的民望这个掉得很低啊，你看这个日本首相甚至辞职啦，对不对？这个韩国的李明博你看这个民望低得不得了，其实还有菲律宾也是，印尼也是，泰国也是非常的糟糕，甚至于我们讲说香港的这个曾荫权也非常糟糕，所以呢整体来讲的话事实上是第一个就是民众的期望过高，第二个就是民进党挖了一个很大的洞，第三个是国际的情况的确是非常不好，所以这一点不能讲说都是他的责任，而且只有三个月非常非常难跟告诉我们说你上了三个月什么事情都会好转，对，这是不可能。那个傅先生，您说这个马英九优柔寡断等等在政策方面有失误或者是做得不够，没有领导才能，那您请您举一个例子好吗？就是比如说这个他比如说台湾现在大水灾了是不是啊，这个他竟是做一些枝枝节节的东西，他并没有说是就说我现在期待，因为现在一个是非常的局面嘛，你期待一个领导人要大决大断，要坚毅果决，比如说像这个陈水扁这样贪腐，他态度这样子这个恶劣，当然了他一再强调我作为总统不能干预司法，但是你应该运用你的影响力啊，你不需要公开的表就是说话，你可以比如说讲这个他当然讲2300万人都在看，那个话等于是白说嘛，你要督促这个减掉这方面采取，立刻采取，所以这个他这个举个例子
20年代末期、30年代初期，美国经济大恐慌，人家罗斯福一上来就立刻就立竿见影啊。那你马英九能不能像那个罗斯福那样子啊？那美国这么大的国家，他都可以立竿见影。你台湾这么小一个小岛，那蔡德良那个讲的说是这个蔡先生讲那个什么日本也不行了，这个香港也不行了，整个都不行。你这个完全是一种倒退的这个说法，你要屈法于上，你不能屈法于下。那这个不可以啊，是不是？但是事实上来讲，因为台湾呢、啊，在当年呢、啊、来讲，我们知道。这个一个完整的政体哈、啊，一个是一种分层负责的一个情况。那么你这个做个总统的，什么事情都要亲身这个参与的话，台湾的制度不能分层负责。这个其实在当年呢、啊，国民党执政的时期啊，在这个李登辉之前呢、啊，其实所有的这个在台湾的担任总统的都不太讲话的，很多事情都是让这个行政院长出。这他只是恢复到以前这个文化。事实上来讲，谋国啊，应该是谋国以成呐、啊，然后就是说不是让。媒体或者是这个名嘴来治国啊，很多事情呢，我们要搞清楚状况，了解情况，然后再发出你要做什么事情。对于傅先生刚才说的，他说这个马英九，这也是其他一些人的批评，就是说马英九做总统好像趋向于考虑肢解问题，或者是要去做一些亲民的小姿态，但在决策方面还是缺乏大的。并不完全是不是，有一部分是这样，那是真的是不对。但是大部分来讲，是因为过去8年啊，这个总统啊。那个陈水扁跟民进党的做法是什么事情都立即反应立即的做，事实上呢是缓害掉，因为很多执政方式不能用短期的做法。嗯，因为很多短期，像现在民进党在反对很多事情的时候，在骂马英九的时候，逼的你的政府要做是短期的应变措施啊，其实那对整个国家的长期的发展是不好的。但这个东西时间就是说这个是时不我与啊，当然毛泽东很多地方是大陆人很讨厌他，是吧？不过他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多少事从来急，10000年太久，只争朝夕。所以你一定要有这种紧迫感，是不是啊？现在台湾这个局面，这是一个你刚才讲这个要用体制分层负责，这不可能的，在美国都是这样的。杜鲁门做总统的，他的名言是什么？大家都在推脱，最后他说 The buck stops here。到我这里就不能，不非得要做下去。所以你现在是总统，现在马英九，第一个他要学这个在经济各方面的这些措施，他要学罗斯福，在这个作为领导人的这果决各方面，他要学这个杜鲁门。你看杜鲁门做了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韩战，这个原子弹打到丢到那个 Hiroshima 这个广岛，所以他是了不起的。这